第一小点，这身体乃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那以登宝座并得着天上地上甚至地底下主权与权柄的一位。第二，他得着了一切的权柄，而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与他联合的，所以我们是在诸天界里，我们有权柄，并且我们能够运用权柄。记得吧，主耶稣在他的复活里，他就对门徒们说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千万我们读这句话不要把上文丢掉了啊！不要光说，所以你们要去啊，我们就去了，忘记他前面在讲什么。他前面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去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运用他天上地上他所得着的所有的权柄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今天非常可惜啊，我们传福音啊，传到后头啊，都好像很求人家，哎，拜托拜托，你赶快信吧啊。那个虽然这句话没讲啊，但是呢，这个运用权柄啊，待人受尽啊，的确是不多啊。我觉得这个多少二十几年前我们到人家家叩门的时候，虽然那里也有需要调整的必要，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说，那时候很奇怪啊，到人家家里说受浸吧啊，就不要问他要不要，就直接带去受浸的，还是在他家里哦。这个短短的一年多，我们就带38000人受浸了啊，这种的现象好像啊还没有再第二次看到啊。我们没有意思要看见什么，但是我们要说运用他的权柄来啊带人得救，带人受浸，这件事是你我需要看见异象而操练来运用他给我们的权柄。 A 点，身体的权柄乃是身体所运用之头的权柄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权柄，我们什么权柄也没有，但是呢我们的头有权柄，因此身体的权柄就是头的权柄。 B 点，我们作为教会基督的身体需要运用复活升天之基督的权柄。哈利路亚。好，第二重点一同来，这里说到基督执行神的行政并完成神的经纶。第三重点我们也先读一下啊，跳过去啊。基督执行神的行政并完成神的经纶，乃是借着什么呢？我们做生命的工，与升天基督的行动配合，在生命里为着广传福音的行动啊。可以说这个基督要来执行神的行政啊，需要来完成神的经纶，需要借着教会的两方面，第一借着教会的祷告，第二教会借着教会的行动，特别从广传福音开始啊，当然还要包括牧养圣徒，当然还要再包括成全圣徒，然后当然还要包括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一面要祷告一面要前去。光祷告不前去，我们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，光前去不祷告，我们经历不到升天之基督的权柄。我们要一面祷告一面前去，神就能够完成他的经纶。好，第二重点的第一小点，教会做基督身体的祷告，乃是运用升天之主与身体之元首基督的权柄，为着成就神经纶的祷告。所以求主拔高我们，叫我们认识啊，我们的祷告不该是别的，我们的祷告乃是有目标的，我们的祷告乃是有中心的，我们的祷告乃是啊为着来完成神经纶的，我们的祷告就是要完成神在人里头的分次的。 Amen, Amen。 而且呢我们的祷告也要运用权柄啊，从今天开始我们来操练，看见这个异象之后啊，当我们来为我们所关切的人祷告的时候啊，不光是求了主啊，这次他要来祷告啊，这个我这个传福音啊，这个操练到现在啊，每一次这个我传好福音，有了福音对象了，跟他谈完人生奥秘了，我都会写简讯给他。写了简讯呢、啊，这个发现呢、啊、也没来几个，
甚至啊，好像啊，难得来一个啊，就常常很失望啊。但是捷讯还是继续写，继续写，写啊，都是盼望你来呀、啊，请你来呀、啊。我忘了一个，祷告主啊，这一次他要来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啊？我们该调整调整。明明我们是为了神的经文前去，你为什么不运用神的权柄呢？你不是光传福音啊，传福音没有问题啊，你不能光传福音、啊、要运用权柄啊。主啊，他不能等了，他就是这一次了，就是现在了，运用权柄。 Amen。 第二，召会祷告的中心目标乃是神永远经纶的目标，就是基督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召会，做他的配偶，使他得着满足的目标。我们不该有别的目标做我们召会祷告的目标。召会的祷告不该仅仅是一些的事物，召会的祷告乃是为着神经纶的完成。第三，使徒行传启示，使徒们所做的工作是完全依靠神而做的，正如他们的祷告所指明的，他们是将自己祷告到神里面，也将神祷告到他们的里面。底下所列的圣经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追求，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，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使徒们或者门徒们啊，从一章开始就满了祷告。一章就开始我们就看见了小楼上120个人连续祷告10天啊，然后呢这个第二章就带进五旬节啊，这个圣灵的浇灌产生了3000人的得救，对不对呢？接下去我们又看见了这个官长啊，要逼迫他们不可以啊说神的话，但他们说听从神不听从人，这是应当的吗？虽然被捉拿，后来又被释放了，来到门徒们中间了，一点都没有被恐吓，他们在刚强的灵里祷告，哇，地大震动，他们放胆讲说神的话。你看从外头来说是一个逼迫的环境，为难的环境，但是因着他们的祷告不怕这个环境，哈利路亚，人就放胆讲说神的话。纵使外头啊有一些的环境好像啊这个召会中也出了问题，哎，弟兄们就警觉到了，哎，我们缺的是祷告啊，我们要专一的来注意啊，祷告和进话语的执事，是不是呢？好，外头啊有环境啊，这个在行传里头环境的从来没停止过，连呢这个保罗和希拉因着主的权益啊，福音啊带到外邦，带到腓立比啊，带到腓立比去啊，还被人捉拿两脚上的木狗，但是他们啊祷告唱诗赞美神。哈利路亚，都是祷告祷告祷告，然后呢神的权柄，神的权柄，神的权柄。你看见呢，一件事件一件事件一件事件的发生都是借着祷告啊，这里祷告那里祷告，神就会差遣人啊，是不是？哥尼流祷告，然后呢圣灵就会感动这个彼得在祷告的时候，然后呢这个哥尼流那里来的人就到了，到了之后他就跟着去啊，你看见没有，祷告就带进这个整个行动啊。你看见这个扫罗啊，这个大马色的光啊蒙光照之后呢，没有人敢接近他啊，哎，亚拿尼亚在祷告的时候神来临到他，然后呢就他叫差遣亚拿尼亚把保罗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里，都是祷告，有祷告主兴起环境，环境来神就做事。哈利路亚，很明显啊，神是借着我们祷告来带进他的行动。主的恢复不会把会送到人的家里去陪那个不聚会的酒不聚会的，你不会去照顾他，这是主恢复的一大失败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如果我们不去做，基督身体怎么建造起来呢？需要我们的祷告，需要我们的前去。今天他已经登宝座，他已经就职啊，他已经得着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如果我们不起来与他配合，他是无法完成他的行政，没有办法成就他的经纶。召会需要起来祷告，召会也需要拿起负担运用他的权柄出去。阿